具俊晔为爱旋风来台，将进行约十天隔离后，就可以赶快飞奔到大 S 身边。而自从在 IG 官宣结婚后，平常都会发穿搭照的具俊晔就没有再发文，对于隔离生活也没有多做分享。不过11号傍晚，他终于又更新动态，发出一段30秒的影片，宣布即将推出全新的 NFT 作品。影片是以老虎作为主题，底下的粉丝也立刻刷一排太火了，同时也为欧巴刷一排爱心，也有人欢迎他来到台湾。而投入 NFT 市场的具俊晔看起来在隔离期间还是很认真想赚钱，之前外传具俊晔的身价大约是4200万台币，另外还有一栋7000多万的房子，而大 S 则是拥有2栋至少6亿的豪宅。虽然双方资产似乎有些落差，但大部分粉丝还是认为真爱无敌。网络上还有人抢先为他们画了婚纱照，两人靠在一起的画面实在是太美了。